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70周年。前几天呢，我们大家都看了阅兵。那么，为什么要在今年阅兵？说明啊，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和等待之后，我们现在终于抛弃了政治上的偏见，抛弃了党派的偏见。 把抗日战争看成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为争取独立自由而进行的一场艰苦卓绝的反法西斯战争。那么，在缅怀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今天用这么短的时间呀，不可能把抗日战争的过程给大家讲一遍。那我们今天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的是反思。 就是这个抗日战争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个历史的启示？我们从抗日战争中是怎么样看到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的？那么我们首先要提一个问题，就是日本为什么要侵略中国？我们说呢，这是日本的国情和它的基本国策所决定的。 他侵略中国是必然的，因为日本在中国之前进入了近代化社会，进入了明治维新。他们国家进入工业化之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资源。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他要发展怎么办？他就得找资源。那么当时呢，日本就看中了中国的东北。 那么中国当时清朝呢，正好是处于一个腐败的时代，所以日本呢，当时是就是赌国运一样的进行了两次重大战争。第一次战争就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的核心又是清朝北洋海军和日本海军的海上的一场决战。 论当时的条件，我们中国海军在舰艇的性能和吨位上，以及各种条件上，并不比日本海军差。但是日本抓住了中国的一个特点，就是腐败。李鸿章建立这支北洋水师，他呢是要任人唯亲，所以呢他让陆军将领去当海军的将领。 你说陆军将领去当海军的将领，那不是外行领导内行吗？他怎么可能在指挥作战的时候得心应手呢？所以甲午海战，清朝战败了。清朝战败了，李鸿章去签订了《马关条约》，赔偿日本2亿200银。这一下就给日本的举国上下打了一个强心针，闹了半天打仗战争。 比种田、比开工厂都来钱来的快得多。所以这样的话呢，日本人第二场战争，就是日俄战争，在日俄战争里，他们是在中国的东北打的，是在中国东北的大连进行的这场战争，结果日本人呢又打败了俄国，把俄国沙俄在中国的利益抢到了手。 所以这两场战争呢，日本人叫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这两场战争他们都打赢了，所以呢，日本的这个侵略的本性，不光是少数人，不光是少数的军国主义分子，而是全民性的，全民族性的。那么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在中国开始。 建立自己的经营。日本在中国的第一个据点，就是大连。在大连建立的第一个经济实体，叫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我们都管它叫满铁。这个满铁，顾名思义，不就是个铁路公司吗？但是满铁里边最大的一个部门叫调查部，在30年代日本极盛时期啊。
满铁调查部有5000员工，而且呢这5000调查员呢全部都是大学生。说一个铁路公司他要5000调查员干什么？那么日本战败之后，满铁的档案没有拿走，全部被留在中国了。当我看到大连图书馆里馆藏的这4万多卷满铁档案，我感觉到非常震惊。日本侵略中国绝对不是头脑发热，绝对是不打无把握之仗。他在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之前啊，早已经把你中国的国情和情报摸得清清楚楚，甚至比中国的国人掌握的还要详细和具体。那么你看这本满铁资料叫北支主要煤炭调查资料啊，就是东北有多少煤矿，怎么蕴藏量啊，怎么样啊，交通条件如何啊，人文条件如何啊，都给你搞得清清楚楚啊，就这么一个课题就写了这么厚的一本书啊。那么这份档案叫什么呢？叫支那国内公债事情，就是中国国内啊借了多少公债，借了多少外债，跟英国、法国、美国哪些个银行有关系，他也都调查得一清二楚。这就是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日本如何投资，如何控制我们中国的这个企业。所以你看这4万多卷满铁档案，他调查了多少事情啊，日本人呢可以说是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啊，把你中国的国情摸得比中国人自己还要清楚。那么日本的情报啊究竟精确详细到什么程度啊？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个1928年5月啊，当时苏联的共产国际啊让中国共产党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啊，就是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啊，是你们要好好的总结总结经验。那当时上海中央说，我们在上海都是租界，都是搞地下斗争，我们哪有条件把全国上百个代表找来开大会啊？那苏联说，你们要国内开不了，你们到苏联来开吧。啊，所以当时中共的6大是唯一的一次去国外开的代表大会。那么各路代表都纷纷的坐火车去苏联，啊，那么上海中央的这些负责人怎么办呢？周恩来啊，瞿秋白啊，李立三呐，张国焘啊，他们这些政治局委员就分头走。他们首先在上海上日本人的轮船，啊，上日本人的轮船之后呢，哎，这样的话呢，国民党特务不能上来搜查。然后呢，第一站就到了大连港。到了大连港下轮船之后，再换上日本人的火车，一直坐到满洲里，然后再越境去苏联。就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当时化妆成股东商人啊，坐的是头等舱啊，你化妆成阔佬坐头等舱啊，警察没有确凿的证据啊，轻易不敢惹你的麻烦。到大连港一上岸啊，当时日本的水警检查证件啊，就看了看周恩来的证件，说不对啊，说你不姓张啊，啊你姓周啊，啊你不是做生意的，你是扛枪的啊。就周恩来大吃一惊啊，然后呢极力否认啊，他说我不姓周，我姓张啊。哎，警察说没错啊，啊到办公室翻翻卡片看，嗯你就是周恩来啊。哎，当时真把周恩来给吓坏了啊，但是没想到呢，日本的警察没有难为周恩来，把他给放了。所以周恩来回到旅馆里跟邓颖超说，咱们赶紧把咱们所有的身份能证明身份的东西都毁掉啊，都毁掉，然后呢咱们赶紧坐火车去哈尔滨啊。结果邓颖超说，咱们证件都没了，咱们怎么去苏联呢？结果周恩来呢说，他躲在旅馆里让邓颖超到火车站去看哪些个同志到了啊，跟他们一块走。结果邓颖超到火车站等啊等啊，等到第3天把李立三给等来了。这样的话呢，周恩来他们才一块儿去这个苏联。所以我们说，在中日开战之前啊，日本人已经把中国的情报摸到这么详细熟的程度了啊。
所以他侵略中国绝对不是心血来潮，不是轻易的冒险。那么日本侵略中国第一步看中的就是东北，啊，东北呢，当时日本人首先啊培养的就是大军阀张作霖，啊，给张作霖钱，给张作霖枪，给张作霖日本顾问，啊，于是张作霖呢变成了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阀，占领了北京。但张作霖这个土匪呢，他有一个特点，他是只占便宜不吃亏。钱我要，子弹我也要，枪我也要，但是你让我签卖国条约我不干，啊，那么日本人后来感觉到张作霖这家伙不听话，啊，不好控制，啊，于是呢制造了一个黄姑屯事件，啊，把张作霖给炸死了，炸死了，炸死之后呢，哎，然后日本人呢再培养他的儿子张学良，啊，张学良心里非常清楚，但是他呢也是同样接受日本人的援助，接受日本人的资助，接受日本人的顾问，但是就是啊不同意把资源和主权卖给日本人。所以这样的话呢，日本人没有耐心了，啊，日本的关东军的一些参谋啊，你像石原焕儿啊，还有土肥原贤二啊，他们这些人呢就主张发动一个突击，啊，赶走东北军，占领全东北。当时日本和政府和军部都感觉到你这是做梦啊，说胡话。当时住在大连的关东军不过20000多人，张学良的东北军有30多万人，啊，光在沈阳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有10几万人，你这20000人你想把10几万人赶走可能吗？结果这些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参谋啊就说我们就硬干一场，就是赌一把啊，看看中国人会怎么样。于是9月18号，1931年9月18号啊，日本人啊突然袭击沈阳东北军的军营，制造了9·18事变。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是严重的误判，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日本有占领全东北的野心，他们以为就是一个局部冲突。所以当时呢就命令张学良啊不能冲突啊，国际解决啊，寻求外交渠道解决。所以当时沈阳就出现了非常奇怪的形象，啊，3个日本兵就占领了沈阳的一个警察局，3个日本兵就把几十个警察的枪全都缴械了。所以这样的话呢，9·18丢了东北啊，当时呢是日本的一个大胜利，所以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大大的膨胀了。而9·18事件也激起了我们国内老百姓的愤怒，啊，当时学生就是向政府请愿啊，还要求参军，要求收复东北，要求抗日。那么蒋介石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领，他就不能跟学生一样，你学生可以当愤青，但是他作为一国元首他不能莽撞行事。那么蒋介石抗日，蒋介石想收复领土，问题是他有什么本钱，你有什么实力？当时国内还在军阀混战啊，冯玉祥、阎锡山还在跟蒋介石打仗，这个李宗仁、白崇禧也不听蒋介石的，而且呢云贵川那个山高皇帝远的军阀更是各据一方，还有江西的红军。蒋介石是焦头烂额，他哪有时间哪有能力去抗日呢？啊，所以蒋介石当时只好请求啊外国人来帮忙啊，请求国际联盟，就是当时的联合国啊，派了个理顿调查团来啊，然后来调查啊你们日本人啊是不是侵占中国领土了。西方他都是袒护强权的，所以来调查了好几个月，最后是个不了了之啊。那中国的学生就不干了啊，1931年12月啊，北京的学生就南下南京了啊，请愿示威啊，要求抗日，要求参军，要求打日本啊。当时那个学生是非常的慷慨激昂的啊，结果国民政府一看南下了1000多学生怎么办呢，啊，
得给他们找吃的，给他们找住的啊，然后呢还得派警察保护他们。学生们要求见蒋介石，啊，蒋介石不敢出来见，啊，见学生也不好说话，于是怎么办呢？请一位学生最敬仰的人，北大的原校长蔡元培，啊，蔡元培是五四的北大校长，那总是德高望重吧，啊，结果蔡元培出来见学生，蔡元培呢说：“同学们，啊，你们的爱国热情我是知道的，啊，但是现在呢，国难当头。”啊，你们呀再艰苦，你们要读书，因为国家还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啊，你说当时那么愤怒的学生能听进蔡元培的这些话吗？啊，结果这些个学生上去就把蔡元培围住了，一个小姑娘，啊，17岁的一个小姑娘，上去就给了蔡元培一个大耳光，啊，然后呢，几个学生就把蔡元培从台阶上拖下来，拖了几十米，把蔡老先生的胳膊、肩膀。全都给戳破了，啊，所以那叫一个愤青，啊，那叫一个愤青，啊，所以蔡元培后来非常的伤心，啊，他认为他办了一生教育，最后教育出这样的学生来，啊，他感觉到非常的失望，啊，那么蒋介石想不想抗日？当然想抗日，但是你要是抗日，你就得有实力，你就得有精锐的军队，你就得有充足的国库资源，这是进行战争的最起码的条件呢。所以从1931年到1937年，蒋介石是忍耐了6年，啊，这6年里呢，啊，蒋介石其实还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一，把阎锡山、冯玉祥这些军阀都平定了，把张学良争取过来了，啊，然后呢，哎，借着追剿红军。红军长征，蒋介石在后边追，但是追的不紧不慢，哎，就让你红军在前边走，我就在后边追，啊，结果有人就写书啊，啊，说蒋介石就是想放了红军，啊，就不想把红军消灭，啊，这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蒋介石啊，借着追剿红军，他才有理由进入中国的大西南云贵川。否则的话，那些个地方崇山峻岭都是军阀割据，你凭什么中央军要进去呢？啊，于是蒋介石就追剿红军，然后把他的中央军都派进去，然后呢再一个一个的收拾西南的军阀，啊，四川的刘湘投降了，好，啊，云南的龙云也听命了，好，啊，贵州的王家烈你不老实啊，不听我的话啊，把你撤职，啊，把你削职为民。所以这样的话呢，蒋介石通过追剿红军长征，他把大西南这三省也收过来了。那么蒋介石到了四川之后，当时他就看中了重庆，哎呀，他说这个地方易守难攻，将来呢可以作为抗日战略的后方基地。所以说，你说蒋介石有心没心呢？他也是有长远打算的。那么在这几年，蒋介石在军队建设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当时他的中央军啊，国民革命军最精锐的部队是靠谁来帮助的呢？希特勒德国。希特勒德国怎么会帮助蒋介石呢？因为蒋介石首先帮助了希特勒，啊，30年代初希特勒在复兴的时候，啊，他的国家在重新崛起的时候，啊，军火工业，啊，最重要的就是需要一种稀有金属钨。有钨才能做出特种钢，才能做出质量高强的火炮。但是当时全世界的钨最大的产地是哪？中国江西赣南。当时全世界90%的钨砂是中国赣南出口的，所以当时呢，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跟德国做了这笔大生意，把大量的钨砂出口给了德国，使希特勒拥有了世界最强大的军队。那么希特勒呢，回报蒋介石，给他派了军事顾问，而且呢，用德国的武器装备，装备了蒋介石6个师，啊，这就是中央军的骨干。所以日本人他是看在眼里的，啊，等到了1937年，
日本人觉得不能再等了，啊，再等啊，蒋介石要是再建设几年，咱们可能就打不了他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日本人从东北渗透到了华北，啊，1937年7月7号，当时呢向中国守军挑衅，于是蒋介石下达了命令，不求战，必抗战，啊，我不主动跟你打。但是你要来打我，我坚决的要自卫。所以蒋介石发出命令之后，啊，卢沟桥的29军就开始奋起反击了，啊，奋起反击了，啊，奋起反击之后，蒋介石在庐山就发表了谈话：战事一起，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全国抗战，就这样开始了。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啊，国民政府呢是怀着一种迫不得已的悲壮的心情投入全面抗战的。所以当时国民政府给全国人民发布了文告，其中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悲壮，叫能战而不战，政府之过也，啊，能打我不打，那我是卖国，那是我错过错，不能战而战，亦政府之过也，啊，就是我没有条件准备好，我没有那么强的实力，但是我一定要跟他打，这也是政府的过错，啊。所以当时蒋介石他的想法呢，就是趁日本人在中国还没有绝对优势的兵力，我们首先把日本人消灭掉，这就是1937年8月开始的淞沪会战。淞沪会战一开始，蒋介石集结了20多万军队，把他最精锐的中央军6个师全都拉上战场。当时日本人在虹口区只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只有8000人，啊，蒋介石心想，我20多万人消灭你8000人，我还消灭不了。所以一开始中国军队打响第一枪，而且中国军队主攻了进攻虹口。没想到日本海军陆战队非常的顽强，啊，依据一座一座的大楼给你顽强抵抗。那么你要打巷战，你军队的优势就没有了，因为你在街道上你不可能投入大量的军队，你只能是一波一波的军队往里投。所以这样的话呢，日本人在顽抗的时候赢得了时间，于是日本人就大举的增兵，啊，大举增兵，啊，海军陆军一下增加到了28万人，那么蒋介石呢也逐渐的增兵，增加到了70万人。但是这个时候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个守势，就是全面的防御，啊，全面的防御，沿着黄浦江拉了个100公里长的防线。所以我们说呀，中日之间的战争，中国人勇敢不勇敢？勇敢，啊，流血不流血？流血。那你为什么老打败仗？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战争的关键就在双方的统帅部，你的作战指导思想是什么？啊，千军万马都是要听统帅部的命令的。当时国民军是被动防御，拉开了那么长的防线，那你这几十万人、100公里宽的防线，你能有多少人守阵地？你不过就是两道战壕吗？所以你那么长的战线很容易被日军处处击破。所以日军呢就采取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选择蒋介石的部队，中国军队哪些个是薄弱环节。我们知道当时参加淞沪抗战的中央军是少数，啊，各省来的军队是多数。那么这些地方军阀的军队呢，有的装备很烂，有的作战能力很差，啊，结果日军就是选择你这些薄弱环节，给你来一个突破，一突破你的防线，就导致国民军的全面溃退。所以我们说呀，国民党的军人不是不打仗，啊，不是不勇敢，但是呢，就是因为国民政府的统帅部，他每次的作战都是摆出一个防御的态势，全线的防御，那你有几十万人，你的防线也不够足的，也不够厚实的，啊，所以日军突破了上海防线，占领了上海，淞沪抗战国军败退了。这个时候呢，日本政府啊就主张，行啊，先打到这个程度吧，啊，别再往前打了。但是上海派遣军的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是一个中国通，
非常的狂热，他说呀，我就是要趁这个机会啊，我要彻底的打败国民政府，我要占领南京，三个月灭亡中国。当时松井石根的部队才有十来万人，日本政府说你行吗？松井石根说行啊。于是松井石根就命令他的部队啊大举进攻啊，向南京进攻啊。那么日本军队沿着苏州无锡向南京进攻，结果呢，当时这个国民政府啊就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办啊。结果当时蒋介石呢就决定放弃南京啊，放弃南京，迁都到武汉。结果当时呢冒出来一位英雄啊，一位英雄就是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唐生智啊，他拍着胸脯说我能守住南京啊。唐生智是北伐的将领，只会打最简单的原始的作战，你说现代化作战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几十万人的战役到底怎么打呀？他根本他就不懂。但是他当时说我能守住南京，于是蒋介石就留了十几万军队让他守南京。结果呢他又是拉长了一个大大的防线啊！你看他守南京，从长江这岸到那一岸100多公里宽的防线，只有十几万人守卫，你能守住哪儿啊？所以这个防线比上海那防线还要薄弱啊。结果日本人的四个师啊，又是采取分路突击啊，正面选择你的薄弱环节，然后两翼呢沿着长江两岸来包围你，就国民党的防线又被突破了。又被突破之后呢，这唐生智就慌了啊，自己坐着船先逃了，那这十几万士兵怎么办？群龙无首，一片混乱。于是怎么办呢？只好是换上老百姓的便衣，逃进市区，躲到老百姓家里。于是日军进城之后开始了疯狂的大屠杀啊！我就是要杀你中国人啊，就是要制造种种的惨案。而且呢啊，你看啊，两个日本军医啊坐在蒋介石的主席位子上啊，在那嬉皮笑脸啊，然后呢哎，大量的屠杀中国人。我占领了你的首都，我杀你的这么多的人，你还不崩溃，你还不投降啊？日本人认为啊，中国人一定会崩溃，一定会投降，所以他才制造了这个南京大屠杀。结果蒋介石心如刀割，但是呢不能投降啊，不能投降。所以呢国民革命军啊在南京失守之后，又跟日本军队进行了几次大会战。你比如说啊，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啊，都是几十万人规模的会战啊。我们从来不否认国民革命军在抗日战争付出的代价和牺牲啊，但是我们就是有一个问题啊，你国民革命军那么多的人，每次会战都是占有优势的兵力，有的甚至比日本军队多5倍、多7倍，为什么总是一败涂地啊？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蒋介石啊。蒋介石他的作战指导思想就是守土有责，我不能丢地方啊，我不能让国土沦陷。所以呢他就让中国的军队啊处处把口，处处防御。你处处把口，处处防御，你就最后只能是被日本人突破，因为你采取的态势是被动的啊。所以日军每次都是依靠自己精锐的部队和强大的作战能力，选择国民革命军的一两个薄弱环节进行突破。所以这样的话呢，徐州会战失败，武汉会战失败。而且国民党军队啊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次失败以后就一溃千里，然后呢又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就是老百姓遭灾啊。徐州会战当时李宗仁打了一个反突击，就是台儿庄作战，台儿庄作战呢啊打败了日本的一个师团，结果李宗仁就高兴起来了啊，认为打胜了，没想到日本人呢抄他的后路，迂回他，
这样的话呢，李宗仁就慌了，发现50万军队啊有被日本人包围的危险，于是呢国民党军就溃退了。啊，特别是汤恩伯的10万中央军当时沿着陇海线就向西撤退，啊，当时天又是雨季，日本人又在紧紧的追赶，蒋介石当时非常的焦虑啊。如果汤恩伯这10万部队被消灭了，蒋介石就没有抗日的本钱了，所以这10万部队无论如何得保住，怎么办呢？当时有一个谋士啊说呀，咱们来个以水带兵，咱们把郑州花园口的黄河大堤掘开，然后呢利用河道造成大片的沼泽，这样的话呢能抵挡住日军。蒋介石觉得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啊，只能采取这个办法了，于是呢下令炸开了花园口大堤。但是有一点他没算对，就是没算天气，正好当时赶上了汛期，赶上了雨季，结果黄河口一决呀，黄河的水是奔腾而下，一下淹了这么大一片黄泛区，啊，造成了100多万老百姓的死亡和流离失所，啊，那么这个大决口当时起到了什么作用呢？阻挡了日军3个月，啊，使日军拖延了3个月，然后他们在河南过不来了，只好绕道江苏，然后再从安徽再过来，啊，再过来，啊，守长沙，最后守不住了，然后来了个焦土抗战，啊，把长沙城啊一把火给烧了个精光，啊，又造成了大量老百姓的逃难和流离失所。所以我们说，国民党的部队打仗最大的问题就是作战指导思想，啊，你老是被动防御，你防得住吗？你根本防不住，而且呢一溃败就不可收拾，啊，就造成老百姓大量的逃亡。所以这就是啊抗战初期啊国民军为什么在战场上屡屡失利，啊，为什么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那么轮到了共产党，啊，国民党打仗打得如火如荼，那么共产党呢也要上前方抗战，啊，上前方抗战。西安事变之后，当时红军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啊，八路军，归第二战区阎锡山指挥，啊，那么红军要上战场了，我们怎么打仗呢？1937年9月，当时中央政治局啊，在陕西的洛川开了一个政治局会议，叫洛川会议。这个洛川会议就是讨论我们共产党上战场怎么打。结果当时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主持会议，这些政治局委员啊都是血气方刚，啊，当时一个很自然的感情就是国民党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都是中国人嘛，并肩抗战嘛，啊。但是毛泽东当时在会上就不说话，他就说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我们共产党兵力很弱，人也很少啊，所以呢我们呀一定要强调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独立自主啊，不能什么事儿都听蒋介石的，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只能打游击战，不能打正规战。但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啊都听不进毛泽东这些话啊，都是主张坚决抗战啊，都是主张跟国民党并肩作战。所以毛泽东的意见没有被大家采纳，毛泽东非常的着急，啊，于是呢当时八路军要派一个人去跟这个阎锡山联络，啊，协调。这个人呢就是后来新四军的40的师长彭雪枫，啊，毛泽东就给彭雪枫写了一封长信，啊，说你到了太原见到友军千万不可以骄傲自大，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告诉他们，啊，说红军战斗力很差，装备也很差，啊，不能从事正面作战，只能从事游击作战，不能担负防御作战，只能在旁边策应作战。你见了阎锡山就这么说。结果彭雪枫去了以后，跟阎锡山这么一说，啊，阎锡山不在乎。啊，当时阎锡山呢在组织这个太原保卫战，
啊，太原保卫战，啊，当时呢，他是有20万大军，啊，守着这个山西，啊，守着这个山西，啊，所以呢，八路军你既然只能策应，那你就到背后策应去吧。于是这样的话呢，林彪就带着他的115师，来到了山西东北的平型关。这个是当年的历史照片，这个是2004年我去现场拍的照片。10年过去了，啊，地形没多大的变化，啊，这个是平型关山脚下的一条沟，叫关沟，啊，但是沿着这条关沟呢，再上山，啊，再上太行山，上到山顶呢，就是这个平型关。这个平型关在山顶也是，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山下面是一条羊肠小道，沿着山脊呢是宋代的长城，啊，宋代修的长城。后来我看这个地形之后啊，我就觉得，如果按照国民党将领的想法，一定是守山头，啊，一定是守关，依托长城全面防御。但林彪不这样想，林彪说我不搞被动防御，啊，我要主动出击，啊，打个埋伏。于是呢，林彪让他的部队趴在山坡上，啊，然后呢，等着日军板垣师团的印粮队进了山沟，啊，进了山沟，一声令下，啊，当时呢，八路军是从山坡上往下冲，啊，喊着交枪不杀，啊，日军想抵抗，那么窄的一条山沟，你怎么抵抗啊？啊，但是日军非常的顽强。你爬，你从山上往下冲，我往山上爬，啊，跟你抢夺制高点，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八路军就跟日军拼起刺刀，结果本来还以为日军是运粮队不堪一击，啊，这喊着交枪啊，交枪不杀，啊，人家管你什么交枪不杀，人家跟你死战到底，啊，所以这个战斗呢，整整的一天，八路军消灭了日本这个板垣师团的运粮队，但是自己伤亡了600多人，将近700人。啊，后来林彪打电报给延安，说我消灭了日军的板垣师团，啊，然后1000多人。后来日本人呢对这个材料有所怀疑，啊，你要从日军的战史来看呢，一个运粮队怎么会有1000多士兵呢？不可能的嘛。他们的材料里说呀，这个运粮队呀，只有200多名日本士兵押车，剩下的都是韩国的苦力和中国的苦力，就是运粮食。如果要是这样的材料属实的话呢，那我觉得倒是比较可信了。就是以当时八路军的体力和你的装备，还有你的战术素养，2-3个中国人拼一个日本人还差不多。但是林彪说，啊，这个平型关战斗啊，没抓一个俘虏，日本人都是宁死不屈。有的日本兵负了重伤，已经昏迷了，我们的营长可怜他，啊，把他背起来，啊，要把他背到一边去包扎伤口，结果这个日本兵在连长的背上醒过来了，一口咬掉连长一个耳朵，啊，所以连长没办法，就把他扔下来，一刀扎死了，结果一个活的俘虏也没抓。结果毛泽东接到了林彪的电报，沉思，啊，要这么打，我们的八路军够打几回的？所以他就答复了林彪电报，说第一啊，我们要宣传这场胜利，啊，这是八路军出征以来打的第一个胜利的歼灭战，要广泛的宣传，啊，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第二，今后不能再打这种规模的消耗战。啊，八路军3个师，一共45000人，都是长征留下来的宝贝。你要是打一仗就消耗几百，打一仗就消耗几千，你够打几回的？所以这样的话呢，阎锡山的太原保卫战又失败了，啊，日军抄了阎锡山的后路，啊，从娘子关攻进来了，
从娘子关攻进来以后呢，阎锡山就败退了。太原失守之后，整个的华北平原和山西一片空白，啊，国民党是既没有政权也没有军队，而日军呢继续南下去追击啊国民党军。这时候毛泽东看到了一个战略的时机啊，战略的时机，啊，他向八路军下了一个命令，说从现在开始啊，我们实行战略的转变，啊，化整为零，啊，到敌人后方去，到平原去，打游击战、麻雀战，啊，以连为单位，以班为单位，渗透到华北平原，啊，麻雀满天飞，哪儿有粮食到哪儿去，哪儿有群众到哪儿去，啊，结果毛泽东的一声令下呢，啊，八路军化整为零，进入了华北平原，进入了太行山，啊，进入了山东，整个华北战场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局面，叫犬牙交错。什么叫犬牙交错？啊，这个国民党军队跟日本人作战，都是楚河汉界，阵线分明啊，你攻我守啊，这就是我的阵线，这就是我的阵地。但是共产党呢，给日本人来了个犬牙交错，就是铁路线、公路线、主要的大城市和县城都给你日本人，啊，给你日本人。但是我们呢，哎，在广阔的农村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啊，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所以这样的话呢，八路军就渗透到各个地点，啊，渗透到农村，渗透到山区，啊，北京、北平，当时呢是日本人在华北最大的据点吧。但日本人的势力到哪里呢？就到香山。一过香山，那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把日军给蒙了，啊，没想到共产党给他来了这么一手。后来这个冈村宁次大将写回忆录说，共产党是最狡猾的对手，我们日本人就一个弱点被共产党给抓住了，就是日本兵太少。你想日本侵略中国啊，派遣军一共是300万人，啊，300万人呢有200万被粘在了正面战场跟国军作战，那么剩下这不到100万人，你占了中国多大地方呢？占了半个中国，你说这么大的地盘日本人怎么守啊？啊，当时在华北啊，一共就那么几个师，住在北平天津你就占了一大半了，那么县城怎么办呢？也就一个连的日本鬼子，一个连的日本鬼子，那不就是80个人100个人吗？那一个县有多大的地方啊，对不对？上百平方公里呢，你怎么办呢？所以日本人啊，只能在交通要道，在镇子上修炮楼，啊，一个炮楼里边呢，一个班的日本鬼子，一个班的伪军。白天一看呢，平安无事，一到夜晚啊，就看那青纱帐里、封锁沟里、八路在到处的活动，日本人没办法，啊，束手无策啊，束手无策，啊，这就是什么呢？日本兵太少了。那么八路军呢，进入到华北平原，进入到农村，啊，毛泽东说最重要的就是发展，啊，我们叫三分抗日，七分发展，啊，给我拉人、拉枪、拉队伍，啊，说山东啊，你一年，你给我拉起10万人枪来，一年就发展起10万人来，啊，还有10万支枪，你上哪儿去找去啊？啊，跟日本人打仗，你得有多大的伤亡啊！共产党最了解中国的国情，啊，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在平原上，哪个地主老财家不得买几杆枪看家护院？谁家没几杆枪啊？农民有点钱，自个儿家里还得买杆枪的啊，怕土匪啊，啊，怕抢劫啊，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八路军到村子里，先宣传抗日，唱革命歌曲啊，唱抗日歌曲啊。动员老乡开会啊，老乡们啊，不当亡国奴啊，抗不抗日啊？抗日啊，大伙儿都愿意抗日，
抗日，跟着共产党，跟着八路军，啊，然后找地主，怎么样？啊，抗日不抗日？啊，地主多数是愿意抗日的呀，对吧？好，把枪交出来，啊，把你的武装交出来，啊，归了我们，让八路军跟八路军。河北献县有个回民支队，啊，过去还拍过这个电影，那个就是当地的回民武装被八路军给改编了，然后呢就变成八路军了。不抗日，啊，不跟着共产党，打你土豪，啊，打你土豪，啊，一打土豪，啊，枪照样归我们，啊，枪照样归我们。还有华北平原上呢，有的是道会门的武装，还有地主的武装，还有各种土匪武装，也想抗日，势单力薄啊，啊，你那么百十号人，你那么几十号人，能起什么作用啊？还不如投奔了共产党。所以这样的话呢，共产党通过做工作，啊，那找枪的找枪，拉武装的拉武装，所以这样的话呢，八路军在平原上很快就发展起来了。还有就是争取群众，啊，共产党最擅长的一条就是建立根据地。在井冈山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来要依靠群众，啊，建立根据地，我们红军才有生存的基础。那么毛泽东呢？就提出来，抗战是一场持久战。为什么是持久战呢？啊，因为日本强我们弱，敌强我弱是目前的一个大趋势。在这个大趋势上呢，啊，你想速胜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想投降当亡国奴更是没有前途的。那我既不想速胜也不想亡国奴，怎么办呢？持久抗战。毛泽东就说呀，持久抗战是一个很长的阶段，啊，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敌人进攻，我们防御。实际上这个话就是什么意思呢？你来攻，我就让你战，啊，你就战。等你战够了一定的地方，你战不动了，你有多少兵啊？你有多少人呢？对不对？你总有兵力分散的时候，总有战不动的时候。这样的话呢，我们跟你进行战略相持，啊，战略相持，最后一直等到啊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了，我们再进行战略反攻。所以毛泽东的天才在哪里？在抗战的第一年，国民革命军在节节败退的时候，大家着急呀，心急如焚，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毛泽东指出了一条持久战的理论。我们说呀，打仗跟日本人这样的强敌打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啊，这个仗怎么打，我们怎么跟日本人周旋，怎么跟日本人消耗，你有了这种思想，给广大的指战员指明了方向，他们才知道应该去怎么做。所以毛泽东说呀，我们就到敌人后方去，啊，因为敌人面撒得很广，啊，不可能集中兵力来跟我们作战，我们呢就是敌人占点，我们占面，啊，敌人占城市，我们占乡村，啊，这就好像是在围棋上做眼，眼做的越多，我们的局面就越活。所以这样的话呢，共产党给国民给日本人来了个犬牙交错，啊，来了个犬牙交错，日本人是想打共产党。想打八路，我摸不着你人在哪儿，啊，一望农村，这个村那个村，啊，村村都有八路，啊，村村都有八路，哎，你说你日本人怎么打呀？啊，八路到底有多少呢？人少了不解决问题，人多了，那就有个后勤的问题，啊，特别是八路特别会钻山沟，啊，我们今天去太行山。啊，今天去太行山，啊，即使是到了今天，我们到了太行山呀，还是感觉到那个山川重峦，哎呀，今天是到那儿是非常的不便，啊，非常的不便，而且太行山好多地方呢，可以说是险要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个程度，啊，我坐着车一边考察一边就感叹，说共产党真能走路啊，啊，这么深的山。啊，
共产党一个村一个村的都能走遍，啊，所以这样的话，你说日本人他怎么跟你打呀？日本人是习惯正规作战，啊，用火炮，用这个卡车，啊，用现代化的方式跟你作战，到太行山，什么方法都用不上了，啊，日本人要想扫荡八路，人少了不顶用，很可能被八路一个游击打埋伏给打掉了，人多了又是后勤问题，一进到太行山根本就没有公路，所有的卡车啊甚至大车都不行了啊，得让毛驴驮着粮食驮着装备跟你进山，啊，到了最险的地方连驴都走不了了，日本从将军到士兵都得在羊肠小道上步行，所以日本人的现代化优势到了太行山全都没有了，啊，全都没有了。而共产党呢，哎，是习惯于钻山沟的，所以机动灵活的跟你周旋啊，机动灵跟你周旋。那么在平原我们八路怎么建立抗日根据地啊？当时呢我们就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啊，一系列的政策就是到了平原的村子，首先你考虑你要想站住脚你就得照顾到群众的利益啊，宣传抗日，把群众都组织起来抗日，建立了民兵武装，但是呢得跟老百姓说好啊，我们建立这个民兵啊就是保卫你的家乡，保卫你这个村的，叫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啊，不把你拉走，我不让你跑到很远，你要是哎说你这个游击队马上就归我当八路了，然后咱们马上就进太行山了，一走几十里地他就动摇了啊，他就想回家，他就不愿意跟着你走了啊，所以呢首先第一条一定要照顾到群众的利益，要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啊，告诉啊你的任务就是保卫你这个村庄不受日本人的践踏，所以这样的话呢老百姓就有积极性了啊，就愿意跟着你八路干了。第二条，有很多老百姓怕日本鬼子啊，怕汉奸啊，说你们八路也没多大力量，你们要保卫不了我们怎么办呢啊，那也不要紧，允许你动摇啊，你不是要投奔日本鬼子吗，那好，那你就投奔日本鬼子去吧，你看看你是在日本鬼子里当亡国奴舒服还是抗日跟着共产党好啊。于是这些个就啊，村里地主当了维持会长，去投奔日本鬼子。你投奔日本鬼子，日本人就得找你要钱、要粮、要人，啊，出租子啊，一会儿摊派这个粮食，一会儿要那个钱啊，各种各样的费用，还要什么呢？还要大姑娘费。啊，什么叫大姑娘费啊？啊，你要想让你们本村的姑娘不被强奸，你就交保护费。啊，还得给日本人交大姑娘费，啊，结果这些个农民一算，说日本鬼子是贪得无厌啊，是喂不饱的狼啊，啊，我们把所有的钱都交出去，粮食都交出去，也喂不饱他们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一算，还是得跟共产党，还是得跟着八路啊，不能当亡国奴啊，当了亡国奴啊，没有前途，没有出息，所以共产党的政策。一定要适合老百姓的需求，老百姓才能支持你，啊，才能让你在农村站住脚。还有一条，你在平原要想站住脚，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跟汉奸特务做斗争，啊，我们都知道日本人的情报是很厉害的，那么日本人在华北情报靠哪儿来呢？主要是靠汉奸。啊，靠汉奸给他们提供情报，靠汉奸给他们领路，啊，靠汉奸给他们找共产党八路军。所以共产党进到抗日根据地，开辟抗日根据地，第一条就是清除汉奸，啊，一定要把汉奸消灭掉。你这个汉奸就是住在镇子里，就是住在炮楼底下，我也给你来个猛虎掏心，啊，把你这个汉奸从镇子里抓出来给你枪毙，然后呢示众啊，谁当汉奸就是这个下场，对汉奸起到一个震慑作用，
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日本人的耳目和情报来源。共产党在这方面是有经验的，啊，红军时期我们就有政治保卫局，啊，政治保卫局就是专门审查坏人、抓坏人的，啊，然后政治保卫局这些人呢，到了平原以后呢，就建立了锄奸部，每一个八路军每个部队啊都有锄奸部，这个锄奸部呢，就是由搞政治保卫这些人啊组成，专门去打击汉奸。我们就是要把汉奸消灭掉。啊，让日本人变成聋子瞎子，我们才能在平原上站住脚。啊，那八路军，啊，从这个地方转到那个地方，从这个地方开辟到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华北农村家家都养狗，啊，一进村狗就叫，啊，狗就叫，这怎么办呢？啊，这不是麻烦吗？啊，狗就是大汉奸，啊，狗就是大汉奸，所以到村里。先把狗杀了啊！先把狗都打死，啊！老乡养了这么多年的狗，能舍得打死吗？啊！但是为了抗日，啊，这个一个村一个村的老乡，把狗都给杀光了，啊！所以老百八路军半夜走起来，到哪儿村里都是静悄悄的，啊！狗不叫，敌人也摸不着行踪。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共产党在。太行山在华北平原就开启了一块一块的根据地啊，一块一根据地啊，啊，晋察冀是聂荣臻啊，晋冀豫那就是彭德怀的八路军总部，还有刘伯承、邓小平啊，这个大青山就是贺龙啊，华北平原就是1150啊，1150共产党啊，悄悄的不作声的就把部队扩大到几十万人了，啊！毛泽东说呀，我们抗日要打长期的持久战，不求赫赫之功，但是呢，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就是要把广大的群众从日本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啊，让他们有独立，啊，有人格，有尊严。所以我们在评价抗日战争的时候。就看你怎么说，你要说打仗，你要说正面战场上枪林弹雨啊，确实国民党军队打得多，但是共产党呢，哎，悄悄地通过发展把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从亡国奴这儿解救出来，然后呢，我们开辟了根据地，站稳了脚跟，扩大了队伍，取得了资源，发展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抗日？所以毛泽东说呀，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战争我们依靠的就是群众，依靠的就是老百姓啊。所以在这个指导思想上，共产党跟国民党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共产党是弱势群体，他从井冈山发展起来的时候他就是弱势，所以毛泽东考虑问题呢，首先要考虑到生存，你连生存都不了，你还想干革命？你还想抗日？啊，你要是头脑一热，跟日本人一拼，完了牺牲了，那你这抗日还怎么进行下去呢？所以首先是生存，然后是发展，等你发展到了有足够实力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去跟日本人进行有规模的战斗。所以共产党是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之下发展起来的。那么共产党在后边悄悄的发展啊，日本人呢在前边继续的进攻啊，一直攻到了三峡啊，一直攻到了三峡，日本人占领了宜昌，然后呢前边就是三峡，三峡一过去就是重庆啊，就是重庆。我们这个三峡守得住守不住，那就是中国的最后一道防线了。当时这个国民政府呢，就派了一员最能打仗的将领，啊，就是当时十一师的师长胡琏，啊，胡琏就是后来守金门的国民党将领，是唯一一个能把共产党军队打败的国民党将领，啊，当时让胡琏守着这个三峡入口的石牌镇，
啊，石牌镇。石牌镇呢，是西陵峡大拐弯那儿的一个小镇子，啊，小镇子，就是这么一块洼地，有那么一个镇子。然后两边的路呢，进出三峡的路都是羊肠小道。蒋介石和他的老上司陈诚就问，这个胡琏说：“石牌镇你守得住守不住？”啊，结果胡琏说：“成功没有把握，成人却有决心，啊，打不了我就死，啊。”所以胡琏呢，给他的老妈写了一封非常壮烈的告别书，就是儿子要上战场去了，可能回不来了，啊。他带着一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决心在这儿挡住日本鬼子，啊。所以日本人开始进攻，这个时候呢，日本人的优势终于没有了。三峡、天险，两边都是羊肠小道，那都是卑欠纤夫才能走的道。你说日本军队能展开吗？他只能是一条线儿的往里进攻。那么你一条线儿往里攻，你就不可能投入优势的兵力。所以呢，国民党的军队就在石牌镇上坚守，啊，跟日本人拼大刀，啊，短兵相接。当时双方都战死了很多的人，啊，守了一个星期，日本人终于没有锐气了，停止进攻了。所以呢，石牌之战是当时决定重庆生死的一战。结果，啊，日本人攻不进去了，啊，只好把脚步停下来了。我们说啊，抗日战争，我们给了他一个命题，叫“国破幸有山河在”。中国虽然是积贫积弱，日本人在战争初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占领了半个中国，但是中国还是大，啊，特别是中国的地形，太行山、秦岭、三峡、云贵高原，终于挡住了日军前进的道路。所以日军到了这个崇山峻岭，它的现代化发挥不出来了，于是日军就开始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啊，进行狂轰滥炸。哎呀，当时把日本把这个重庆真是，啊，炸得这个惨呐，啊！蒋介石当时非常的痛苦，在日记里啊说，看见老百姓被日军炸成这个样，真是心如刀割呀，真是活不下去了，啊！他是靠主的力量，啊，靠基督徒的这种信仰，啊，他才坚守下去的。那么蒋介石当时百般无奈之下，就给这个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发了一封电报，啊，说你们能不能在后方发动一场战役，啊，然后呢吸引日军的注意力，减轻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压力。当时在太行山主事儿的是彭德怀，啊，彭德怀一看见啊，蒋介石的命令，表示坚决服从，啊，坚决服从，啊，我们一定在后方打一仗。当时彭德怀也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日本人占领华北之后啊，为了扼杀在太行山里的八路军，啊，封锁住八路军的行动，他们采取了一种方式叫秋龙政策。什么叫秋龙政策？就是大搞基本建设。在华北平原和山西啊，大修铁路，大修公路，啊，我们知道山西的铁路阎锡山修的，啊，阎锡山呢这个人呢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啊，当时英国人修的这个京汉铁路啊，上海到北京到汉口这些铁路，那是宽轨铁路，啊，是标准轨的，但是阎锡山在山西修铁路呢，从太原到石家庄铁路啊，正太铁路是窄轨的，是法国人的窄轨，从那个大同到浦州同浦铁路也是窄轨，窄轨铁路啊，现在我们在国内还能看到的就仅有的一段，就是在云南，啊，在云南个旧那一带还有一条法国人的窄轨铁路，啊，所以京汉铁路啊，运的货到了石家庄，要想进山西怎么办呢？
你把货卸下来，换上阎锡山的窄轨铁路啊，他的铁路，你才能进山西。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结果日本人占领了山西，把阎锡山的这窄轨铁路全都给拆了，啊，全都换成统一的宽轨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华北平原跟山西的铁路就畅通无阻。而且日本人在华北平原上大修公路网，啊，我们现在华北平原上的公路网基本上就是日本人那个时代形成的基础，啊，纵横交错，啊，有横有竖，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能够快速的出动，快速的增援，你八路军在哪儿出现，我就在那儿把你消灭。这一下就把共产党八路军困在了交通线之间的格子里。你比如说啊，这边是铁路，这边又是公路，纵横交错，中间空地就是一块一块的方格，你只能在这个方格里动啊。你想过铁路，想过封锁沟，哪儿那么容易啊？所以日本人这叫秋龙政策，彭德怀非常痛恨。这样的话呢，极大的限制了八路军的行动自由。刘伯承说呀，日本的秋龙政策就是要把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一刀一刀凌迟处死，啊，就是把你一刀一刀割了。所以接到蒋介石命令之后，彭德怀也是想打一个好仗，于是给延安就写了个报告，说现在日本人的秋龙政策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困难，啊，我要粉碎秋龙政策，啊，打通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络。那中央一听你要进行一个破西战，那就批了，啊！但是中央可不知道彭德怀搞了个百团大战，啊！彭德怀是把这个精锐正规的八路，还有土八路游击队，啊，全部都动员上来了，在1940年的十月，啊，突然发起了一场百团大战。这个百团大战啊，不是我们想象的国民党那样的会战，啊，不是几万人、几十万人、上百万人，不是百团大战吗？不是大会战，啊，不是有阵线的，什么对敌人哪几个部队发起总攻的那种战役，跟什么斯大林格勒战役啊、莫斯科战役都不一样，是什么呢？各地的八路分头出动，啊，就是把你当地的铁路扒了，把公路破坏了，把日本的炮楼炸了，把日本的这个基础设施啊，你像什么火车站呐、啊、煤矿啊、发电厂啊，都给我炸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八路军是分头出动，啊，分头出动啊，一下在河北、山西啊是搞了个翻天覆地，啊。结果八路是分头的出去啊，打炮楼、打日本啊。当时聂荣臻的部队呢，啊，它的重点是井陉煤矿，啊，这个就是井陉煤矿，啊，有锅炉房，啊，有矿井，啊，然后共产党八路就去袭击这个矿井，啊，袭击这个矿井，袭击矿井，啊，把它的这个烟囱，啊，给炸了，啊，炸两个大窟窿，把烟囱给炸了，啊，然后呢，这个日本人的锅炉房，啊，也给炸了。那这些设施都是属于民用设施，啊，都是企业呀，啊，都不是日本的军事目标，啊，但是我们要打击的就是日本的这些个基础设施。这就是百团大战。结果这百团大战一打，日本人非常的震惊，啊，没想到这个共产党八路军两年没见他怎么动静，他一下就发展到这么大，所以日本的政府和军部非常的恼怒，啊，认为这个日本华北派遣军的总司令多田骏无能，啊，于是把多田骏给撤职，派来了最有经验的一位将领，冈村宁次大将。冈村宁次是日军最优秀的将领，啊，他从1924年就开始来中国做情报官。啊，可以说对中国是非常的了解，是个中国通，啊。918事变的时候，他是关东军的参谋，所以侵略中国的每一步，冈村宁次都是亲身参与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冈村宁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对共产党，他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冈村宁次到了这个任上之后啊，他就是说啊，要进行深刻的调查研究，彻底把共产党的情况摸清楚啊。然后冈村宁次呢，他就把他统治的华北区域分成三个区，第一个治安区啊，治安区北平、天津、保定啊、石家庄这些地方呢是要重点防守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呢，就太行山和华北平原交界的一个叫准治安区，这准治安区就是要进行扫荡啊，进行扫荡，把共产党八路军啊彻底的赶出去。第三个区域是太行山里边叫非治安区啊，非治安区就是共产党的区域啊，对这些共产党的区域要进行彻底的毁灭啊，毁灭。所以冈村宁次制定了这些个策略之后，然后呢又派大量的特务汉奸来摸共产党的情报啊。后来他们说呀，这个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门不当时在太行山边上吗？啊，就后来说呀，就太行山边上这些个村啊，当时就来了好多不明不白的工作队啊，穿着八路的衣服啊，戴着八路的帽子进村呢，就帮老百姓干好事儿啊，然后说着流利的中国话啊，有的是汉奸，有的就是日本的情报人员啊，然后就给老百姓办好事儿啊，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是工作队啊，来帮你们民主改革的啊，然后老乡呢就相信他们了，然后就问啊，这往那边去还有八路吗？还有我们的组织吗？还有我们的人吗？老乡就傻乎乎的就告诉他们了啊。于是这些人就对八路的共产党的根据地啊发动了突然袭击啊。1941年9月啊，当时日本冈村宁次啊首先扫荡的就是晋察冀聂荣臻啊，聂荣臻的根据地离北平最近，所以第一扫荡他们。结果当时聂荣臻得到了情报，说日本人在保定开始准备大车，开始准备粮食，这就是要扫荡了。然后聂荣臻呢在河北的抚平啊，然后就带着老乡向太行山深处转移。你想军队带着老乡那一天才能走几里地山路啊？日本人开始扫荡，第一个目标就是狼牙山啊，狼牙山是进入太行山的一个通道。所以当时聂荣臻呢为了掩护转移，就把守卫狼牙山的任务交给了晋察冀的一分区，一分区的司令员杨成武又把他交给了独立团，于是独立团呢就守在这个狼牙山。这今天去狼牙山啊，狼牙山就中间有一条山路，就是今天的这个旅游的通道啊，当年也就是那么一条小路，守着这个山口就不让日本人进来。战斗进行了第一天啊，这一个团守住了一天，守了一天之后呢，然后团的主力撤走了，撤到山里，留下一个连再守第二天。这个连又守了第二天啊，打退了日军好多次进攻，于是这个连又撤退了啊，交给了一个班再守第三天。这一个班也不满员啊，一共只有五个人啊，只有五个人。结果这个班长马宝玉是一个非常淳朴的人啊，他说说让咱们守半天然后咱们就撤退，咱们要是撤退了，日本人不就是追咱们吗？日本人追咱们，那咱们的老乡要是没走远，不又被日本人追上了吗？干脆啊，咱们不撤退，咱们能守多长时间守多长时间。所以班长带着这五个人呢，哎，就往山顶上走啊，往山顶上走，然后一会儿打个冷枪，一会儿扔个手榴弹，结果山上这个树啊啊，把他们遮的底下的日军伪军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共产党啊，结果打急了啊，我非要抓住你这几个人不可，我看看你到底是谁。这五个人退到山顶上没路可走了，所以班长就说呀，我们跳悬崖宁死不当俘虏。于是班长和两个战士就飞身跃出去了啊，你飞身跃出去人就摔死了。然后呢，副班长葛振林和另外一个战士宋学义不想死啊，
于是怎么办呢？就从山上滚下去了，啊，从山上滚下去了。我到了狼牙山，我才知道狼牙山呀，是个金字塔，是一个台儿一个台儿那样的一个山，啊，它不像华山一样是个万丈峭壁。所以葛振、林松月义呢，滚滚滚滚到第一个台上，就被树和灌木给绊住了，啊，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掉在半空中，掉在半空中呢，结果日军一看这五个人宁死不屈，啊，受感动了，说这叫武士道啊，这叫武士道，啊，于是呢撤走了，撤走了，结果对面山上有个道士观，老道一看，哎呀，这个狼牙山的山头上怎么挂着两个人呢？啊，于是赶紧叫土八路来，叫游击队来，就现游击队来人，啊，拴着腰上，啊，拿绳子拴在腰上下去，把这两个人给捞上来了。当时救护葛振林、宋学义的游击队队长，啊，叫于耀夫，啊，后来改革开放的时候啊，是我们河北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啊，他在电视上啊就讲述过这个过程，啊，讲述过这个。所以狼牙山五壮士表现了我们的一种什么精神，就是宁死不屈，舍己为人。后来冯小刚拍了个电影叫集结号，啊，说你们在这坚守阵地掩护部队啊，然后呢听着集结号你们就走。我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人家都走出了四五里地去了，吹号谁听得见呢？所以在那个战争年代啊，叫你掩护你就想明白了，那就是要叫你牺牲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呢，每一个战士的心灵都特别淳朴，就是说我牺牲为了掩护大家，我是光荣的，啊，我是光荣的，啊，所以狼牙山五壮士当时是1940年冈村宁次对晋察冀发动第一次大扫荡的事情，啊，结果第二次1942年的五月，啊，冈村宁次又一次对太行山区发动了大扫荡。这一次啊，冈村宁次更是深入到八路军根据地的腹地，啊，一直冲着谁去呢？一直冲着这个八路军麻田的总部去了，啊，结果当时听说这个日本人要扫荡，结果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啊，就带着这些干部啊翻山越岭的转移。结果他们的转移是朝哪儿转呢？哎，反方向，你日本人从山西来，从河北来，我爬大山爬到河北山西交界的大山深处去，那个地方呢叫辽县的十字岭啊，十字岭。结果没想到日本人是啊深入八路军内地，汉奸带队啊，汉奸带队，一个特工队在一天早晨突袭八路军总部。我们的电视剧《亮剑》上面有这个情节啊，说一小队日本人带着钢盔啊，拿着冲锋枪啊，把八路军这个总部给包围了，有这么个事儿。但是呢，当时日本人绝对不会穿军装，绝对不会带钢盔，穿的都是中国老百姓农民的服装，头上绑着白毛巾，汉奸领路，然后他们爬大山深入到八路军的根据地内部，对八路军突然发起了攻击。哎呀，结果当时左权手下没有战斗部队，只有一个警卫连，那么多的八路军的干部都是文化人啊，都是什么报社的、什么宣传部的、什么党校的、抗大的，这些人呢是带着枪没战斗力啊，都是书生啊。当时我们人民大学的一个教授叫李新啊，他写的回忆录里说，他也正好是队伍中的一个小年轻的，啊，结果枪声一响，啊，一看彭德怀带着警卫部队就突围了，啊，然后呢，左权呢就带着警卫连呀，在山顶上，在那个十字岭上，在抗击着日军突击队，啊，结果啊，看见这些个干部满山遍野的逃，就说啊，朝那个方向走，朝那个方向走，坚决的突出去。啊，结果左权给指的方向啊，李新他们就啊这个跟头轱辘的啊爬上山，然后再下山，下山
通过一片开阔地，啊，就是一个河谷，结果又被日军的机枪封锁住了，怎么逃呢？结果李欣就看着八路军战士，战士们非常有经验，他们卧在沟里，像百米赛跑的起跑一样，啊，等着枪声。机枪声一断，就是要换梭子，啊，就趁着换梭子的几秒，八路军像百米一样，突一下就冲过了这个河谷，然后就跑到对面的庄稼地里去了，啊，就李欣一看，懂了，啊，也像百米赛跑一样在那预备，啊，然后听着这个机枪一停，马上像箭一样穿过去，突围了，啊，突围了。结果左权呢，在掩护的过程中，啊，被日军的那个掷弹筒，啊，就是那个手拿的那个小炮，给击中了，啊，击中了。结果左权牺牲了。左权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八路军牺牲的最高等级的将领。左权要是活到1955年，他授衔应该是大将。结果左权牺牲了，我们当时是仓皇的突围，连左权的遗体都没带走，啊，左权还是日本人向他致敬敬礼，然后把他给掩埋了，啊，掩埋了。后来我们再回来，才把左权的遗体给找出来，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冈村宁次的五一大扫荡，对共产党的军队，啊，和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摧残。五一大扫荡之后，华北平原的根据地基本丧失，啊，基本丧失，啊，然后呢，哎，八路军都被压缩到了太行山深处，啊，说呀，那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啊，最困难的时候。这种最困难的时候怎么办？林彪后来就用了一个字儿，就是熬。熬得住就是胜利。我也不打你了，我也不主动进攻了，但是我就是坚持住，我就不投降，我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我生存下来，我活下来，我才能看到胜利那一天。那毛泽东呢，当时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啊，1943年1月1号，中央就下了一个通知，让各战区的高级指挥员都集中到延安来学习。你说集中到延安来学习干什么呢？毛泽东当时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我们的根据地都丢光了，我们的部队都打光了，只要我还保存着干部，我就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所以这样的话呢，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就纷纷的去延安了，啊，最远的是刘少奇和陈毅，啊，当时铁道游击队啊，一站一站的护送他们过封锁沟，过敌占区，到达延安的。但是干部都走了，正规八路都走了，华北平原山东这些土八路怎么办呢？啊，土八路你就得自己想办法，啊，组织上管不了你了，啊，结果当时冈村宁次啊也非常的有一套，对扫荡过的地区进行强化治安，啊，强化治安，啊，巩固日本人占领。结果这个时候汉奸又猖狂起来了，啊，汉奸跟日本鬼子配合，啊，到处搜查我们的土八路，啊，搜查我们的土八路，啊，日本人也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啊，给每个老百姓发良民证，发良民证的时候呢，然后就盘查，啊，盘查，啊，日本人有经验，什么是老百姓，什么是八路，问你，啊，今年是哪一年？答民国年号的是老百姓，答不出民国年号或者答公元年号的是八路，啊，掰开嘴看看，刷牙的是八路，牙齿黄黄的是老百姓，啊，掰开肩膀一看，有个剪子的，有一条印儿的，背枪的，那是八路，啊，那是八路，啊，然后哎。一问你，啊，胆战吓得直哆嗦的是老百姓，啊，镇定自如的是八路，啊，所以你说日本鬼子汉奸这一套办法毒辣不毒辣呀？啊，
所以搞得我们的一些土八路在家里都没法待了，家里没法待了，怎么生存呢？夏天有青纱帐，啊，冬天青纱帐没了，大地里都是一片光秃秃了，你这个共产党土八路你往哪儿藏啊？啊，于是就想了个办法，每个村外边不都有坟地吗？啊，坟地是阴气重的地方，没人去，于是在坟地里边挖个坑，啊，挖个洞，白天藏在坟地里，啊，白天藏在坟地里，啊，这叫什么？这叫蛤蟆蹲，像蛤蟆过冬一样，冬眠一样，叫蛤蟆蹲。结果白天蹲在洞里，汉奸又骑着自行车下来找八路来了，哎，一过这坟头一看，坟头怎么冒白烟啊？啊，见鬼了！是冬天，你看你从洞里呼出来的蒸汽都变成白烟了，啊，结果呢，这个我们的干部又被抓走了，怎么办？还得回村里。河北的村里啊，都有那个白鼠窖，啊，白鼠窖不是挺深的吗？是吧？一个直通通的像井一样的下去，然后底下啊存白鼠，一存存一冬天。家家都有白鼠窖。然后呢，我们就藏在白鼠窖里。但是呢，我们挖地道，把这家跟那家跟几家的地道都挖通了，这叫最原始的地道。最原始的地道就是什么？就是藏身啊，藏身啊。你不是在这个村这家搜查吗？我就跑到那家去了。这样的话呢，一个村的地道都挖通了，共产党的干部就可以藏身了。但是这种藏身地道也被敌人给发现了。于是有一次，日本军队到河北定县的北坦村去扫荡，啊，一听说敌人来扫荡了，北坦村有地道，然后呢，北坦村的干部、游击队、老百姓全都下地道了，邻村的干部也跑过来，也钻到地道里去了，一共800多人都下地道了，啊，结果日本人找着地道口，啊，出来不出来？啊，不出来，灌水还不出来，打枪还不出来，最后。放瓦斯，把一个地道800多人全都熏死在里边，所以这是当年一个大惨案，啊，大惨案。后来呢，我们得到了教训，这才发明了能藏身能打仗的立体地道，啊，把地下房上房下都利用起来，啊，能藏身能打仗能开枪，这样的地道一开始是保定的冉庄，还有河北顺义的交账户先发展起来的。哎，这个时候呢，1942年、1943年到了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又是绝路逢生，啊，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呢，日本军队的重点啊是到了南洋。于是把中国战场的这个日军主力都抽调到南洋作战去了，啊，包括板垣师团什么都调走了。这时候冈村宁下，冈村宁次手下还有什么兵啊？日本的娃娃兵，啊，就是有作战经验的老兵都抽调走了，就剩下日本国内来的学生兵，啊，给他充当守备军。冈村宁次说：“这些学生兵能打仗吗？你能让他守着摊儿就不错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冈村宁次也不进攻了。这样，从1943年到1945年，啊，华北平原的形势又有所缓和。于是呢，共产党又回到了平原。回到平原以后，哎，一看，老百姓会挖地道，啊，于是这样的话呢，吕正操司令当时就把这个地道的经验大为推广，啊，推广到河北平原的各个地方。于是家家户户的挖地道。等你挖了地道了，日本人也不敢进村了。谁傻了？你有地道，我还进来找倒霉啊！所以地道战不是上级发明的，而是群众在抗战里的自己的智慧的创造，啊，是群众为了生存，人字为战，村字为战，发明了这样的地道战。我们共产党呢，是把它推广出去，啊，这样的话，啊。等到地道战形成之后，实际上呢也没有发生多少重大规模的战斗。那么日军袭击珍珠港啊，使得美军介入了二次世界大战，
这样的话呢，这个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就形成了啊，形成了。蒋介石参加了开罗会议啊，然后美国、英国呢承诺要帮助蒋介石的国民抗战啊，于是呢，美国的飞行员啊、飞虎队啊、轰炸机、运输机都来帮助国民党的抗战啊。那么国民党呢，当时为了打通唯一的通道滇缅公路啊，也在那儿进行了艰苦的作战啊。你到滇缅公路，你才知道当地的老百姓抗战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啊。海拔3000-4000的大山啊，那个公路盘完延延，弯弯延延啊，一直盘到高山上。我们今天从怒江边上到高黎贡山的山顶，你坐着现在的汽车，走着现在的公路，你还得走上几个钟头呢。就当时你说啊，运送个物资、运个兵，有多不容易。但是呢，这就是中国人啊，坚韧顽强啊，坚韧顽强啊。那么，由于中国的抗战啊，中国的抗战配合了啊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那么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开会，雅尔塔开会决定先消灭德国法西斯，然后呢再出兵中国消灭日本法西斯。那么这个协议完成之后啊，5月苏军攻克柏林，消灭了希特勒德国，然后呢苏军把西线的部队啊拉到了东线啊，拉到了东线，拉到东线以后呢，然后是苏军在1945年8月啊，8月3号开始出兵东北啊，开始出兵东北啊。但是苏军出兵东北，它有很大的地理优势，就是东北啊是一马平川啊，特别适合苏军的坦克集团军的冲锋。那苏军一介入，这就显示出日军的装备比苏军差了一个档次啊，所以苏军是长驱直入啊，推进的非常快啊，日本关东军可以说是摧枯拉朽啊，一败千里。这时候美国急了啊，美国跟日本人打得非常的艰苦，日本人是一个岛一个岛的守啊，所以让美军呢付出了重大的伤亡。这个时候啊，眼看苏军就要取得胜利了，那么美军就下令啊，在广岛长崎扔下2颗原子弹。2颗原子弹一扔啊，日本人呢实在是支撑不下去了啊，于是呢1945年8月15号啊，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啊，无条件投降。那么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都胜利的结束啊，胜利的结束。那么我们今天来回顾抗战啊，我们来回顾抗战，我们获得哪些个启示？第一啊，抗日战争体现了中华民族为了独立自由啊坚韧不拔啊英勇顽强，付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和苦难的代价，最后才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觉得在抗战期间啊，啊，不光是那些打仗的军人为国家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更多的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他们怀着一种抗战的心情，誓死不过亡国奴的心情，也为抗战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啊，我们不说别的，啊，你说淞沪会战的失败，南京保卫战的失败。啊，当时中国的沿海地区相继的沦陷，结果呢，大量的企业物资啊，啊，就向三峡、向重庆转移，啊，转移到重庆，转移到宜昌，啊，物资堆积如山，啊，当时又没有现代化的设备，就得拿着木船靠背纤一船一船的往三峡逆流而上，那得需要多少人，得需要多少的时间。一条船从宜昌顺着三峡到重庆得花费多大的人力和精力时间呢啊，所以当时武汉会战啊可以说是
国民党军队呢是浴血奋战，就是为从宜昌转移到三峡争取了时间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前方后方都是相互配合的，大家都是付出了血汗代价啊，都是付出了血汗代价。那么共产党八路军啊，看起来在抗日战争中啊没有赫赫之功，但是呢他们通过巧妙的游击战啊，这个依靠群众广泛的建立抗日根据地啊，抗战一开始八路军才45000人，到抗战胜利的时候八路军有了100万人的军队，1亿人口的根据地。那么你说啊，八路军是没有多少枪林弹雨啊，没有那种赫赫之功啊，没有那种大规模的会战场面，但是八路军是1亿老百姓从亡国奴脱离出来，获得了自由尊严，这是不是功劳？所以就有人打个比方啊，说八路军跟日本人打仗是个什么态势，就像是一只兔子在跟一只狼打仗。你说你一个兔子你想去跟把狼咬死吗？那是不可能的嘛。但是呢，哎，兔子我就能跳，我跳到这儿跳到那儿，让你狼吃不了我。然后呢，哎，我不断的给你制造麻烦，不断的消耗你，不断的解放老百姓，我同样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说在抗战的过程中啊，我们说中国的抗战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有各种各样的策略啊。那么哪些策略是适合的，哪些策略是符合实际的，哪些策略和决策是付出了重大伤亡的，是付出了重大的这个老百姓的灾难的，这些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我们都应该认真的汲取。第二，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人为什么不服中国人啊？他就认为你抗战没打败我，哎，你们就是等着美国苏联出兵吃果子的。我说不对啊，中国的抗战从1931年9·18开始，一直到1945年的8月15号，中国抗战整整进行了14年。在这14年的过程中啊，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啊，通过抗战拖住了日军300万啊，这300万日军得拖在中国战场啊，严重的影响了他跟美军苏军的作战。所以罗斯福后来说呀，我们美军之所以能在太平洋上跟日军作战取得胜利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日军的捉襟见肘，他没有那么多的兵力来投入跟我们作战，大部分被牵制在了中国战场。如果中国不抵抗亡国了，那么日军能把主力抽调出来跟我们作战，那可能结果就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说你不能说中国啊没有美国那样的先进武器，没有苏军那么强大的坦克集群啊，你就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啊，对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就没做出重大的贡献，不是的啊。所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美英的反法西斯战争啊，对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都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啊，都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啊。所以我们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有一个全面的观点啊，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第三，我们纪念抗日战争，缅怀抗日先烈，就是要学习他们那种民族的气节啊，宁死不屈啊，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国家的尊严啊，宁可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些个抗日先烈的英雄事迹啊，感染着我们，成为我们今天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那我们今天缅怀抗日先烈，缅怀抗日老战士的历史功绩啊，我们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我们具体重点是在哪里，我们具体要落实在哪里，是气节教育。什么叫气节教育？
就是宁死不当汉奸，不当亡国奴。这个在抗日战争期间啊，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国人的一个惨痛教训。中国抗战为什么打那么久啊？中国人的抗日战争为什么经受了那么多的挫折和失败？汉奸太多啊，汉奸太多。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上都没有过伪军超过日军侵略日本侵略军的总数啊，汉奸比侵略者还多啊，比侵略者还多。我们说在抗日战争中啊，国民党我不说，我们就说共产党啊，共产党啊，这个几次重大的损失都是来源于汉奸啊。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的杨靖宇啊，杨靖宇在南满坚持抗日，40年怎么失败的啊？就是日本人对杨靖宇的部队进行了扫荡，进行了扫荡呢，当时导致杨靖宇的部队失去了根据地，然后就冰天雪地的在森林里边流浪。那么在这种的艰苦环境之下呢，啊，杨靖宇手下的一个师长，一个警卫参谋，先后叛变。正因为这两个人的叛变当了汉奸，给日本人提供了杨靖宇的准确位置，所以日本人才能去讨伐啊，才能最后啊让杨靖宇战死啊。结果杨靖宇最后战死啊，日本人呢对他还很恭敬，通话当地的这个警备司令啊，把杨靖宇的人头砍下来向长春去报功啊，但是呢给杨靖宇刻了一个木头人头，然后把杨靖宇的遗体呢给用棺材下葬了。结果当地的这个日本司令啊，半夜老做噩梦，他看三国演义看多了，他就老觉得杨靖宇像关公一样找他要头啊，所以就吓得胆战心惊。后来这颗人头我们就找啊找啊，到底在哪儿啊？最后呢是在长春医学院的地下室啊，找到了玻璃瓶子里泡的两颗人头啊，泡的两颗人头呢啊，然后一个是杨靖宇的，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抗日将领陈汉章的。1958年当时在东北通化，我们举行了一次国葬啊，这个杨靖宇手下的这些个东北将领都去了啊，把他葬在通化的这个杨靖宇陵园，杨靖宇的人头和他的遗体终于合在一起了啊。所以我们去悼念杨靖宇啊，人家当地就给我说，就是汉奸在杨靖宇的事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左权在八路军在太行山那么深的地方，日本人怎么能那么准确地找到左权啊？最重要就是汉奸领路啊，汉奸领路。而且呢，左权当时在这个黄崖洞啊，黎城县的黄崖洞啊，建立了一个兵工厂啊，建立了兵工厂啊。这个黄崖洞这个兵工厂啊，那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左权真会找地方啊。黄崖洞的入口就是这么一个大峡谷，那你人只能是一个人进去啊，日军怎么打也打不进去。结果呢，后来是一个汉奸领路，说旁边的山上有一条小路能翻过来，这样的话呢，日军翻山越岭袭击八路军的军工厂，结果最后八路军没办法，把机器都掩埋了就撤退了，这个工厂就被日军毁掉了。所以我们说最危险的敌人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的内部啊，来自中国的汉奸。所以我们在总结抗日战争的时候啊，我们对这些个叛徒，对这些个汉奸，我是非常痛恨的啊，非常痛恨的啊。那我们现在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啊，往往是比较空啊，比较空。我说你最落实到一点，就是要气节教育啊。气节教育是什么？就是从小要教育孩子后代，不能当汉奸啊，不能崇洋崇日啊，不能崇洋崇日啊，一定要有你自己的民族气节。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做得到做不到啊？我觉得是做不到。一旦再有了风云变幻，
中国还能出多少汉奸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需要警惕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在纪念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在考虑我们的未来，考虑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啊，如何把中国再继续强大，如何把中国再继续改革开放推向前进啊，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呢是我们今天在纪念抗日战争的时候特别要重视的几个问题。所以周恩来总理说过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啊，我们今天通过大阅兵啊，中国人啊感觉到我们真是扬眉吐气了啊，我们的战略核力量、战略导弹力量啊远远地压倒了日本啊，日本是在国际公法上不许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啊，但是我们知道啊，今天的成绩来之不易啊，是全国的老百姓30年改革开放艰苦奋斗的成果啊，成果啊，那我们应该更加的珍惜过去的成果啊，我们应该更加的努力奋斗啊，牢记历史，开辟未来啊。今天的讲座到这儿，谢谢大家。